7月23日11时，许某某初步交代，其因家庭生活矛盾，对来某某产生不满，于7月5日凌晨，在家中，趁来某某随处之际，将其杀害，分尸后分散抛弃。犯罪嫌疑人许某某，于7月23日晚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，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。